呀，给家那谁了？你干啥来了你？不是，咱家啥钱那选怎么了？哎呦我的妈！别废话，就问你干啥来了？接我媳妇来了。不接啥你媳妇啊？啊，瞅你把我姐欺负的。你说这话丧不丧良心？咱讲话我还能欺负上你姐？那讲话你姐给家能给我腿打成 V 型。那我姐那手咋整的呀？咋那样了呢？我昨天晚上喝酒来的，回家吧，你姐就越瞅我越来气，这大嘴巴照我脸来了，哎呦，照吓，嘎我就跪那了，一姐一不注意拍墙上了，也凑巧，那墙有钉子，一下就干秃噜皮，整出血了。不是，那你躲啥呀？打就打你身上得了吧，你还咔嚓跪那儿了。那你说他手都扎那样了，你说你也一点都不心疼？我不光心疼，我脖子都疼啊，都给我干紫了。我都后脑悔，我昨晚不跪好，我趴也好了，我脖子都不太坏的。别说那些废话啊，该干啥干啥去，回家去，回你自己家去。那能行吗？我都跟你大外甥，我家我儿子，我都立下军令状了。我说誓死不把你妈接回去，不是，誓死不把他妈接回去，我不回家。瞅你说话坑哧瘪肚的，非得接呀？那我不得尽力而为吗？那这么的吧，那我给你出个脑筋急转弯，你要答得对呢，你就把我姐接回家；你要答不对呢，你就自己回家吧。你儿子咋收拾你，那我就不管了。请出题。什么菜看得见，但你吃不着？苞米。那苞米你不也能啃着吗？咋能吃不着呢？贡菜。哎呀妈，你可快歇菜吧，回家吧，去回家。不是你这么唠，多少看不起我啊？你要这么说，我要武力解决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还有武力解决啊？姐夫，你是不是忘了我以前是干啥的？你不就练十年跆拳道吗？我。他知道啊？哼，咋的？练两下子啊？那啥，今天我有多少身体有点不适，咱们改日再战，再见。小样的，我踹死你！想接我姐，呸！